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潘议长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早安，大家好。辛苦哈，昨暝一点困无好对吧？有影哦，真好哦，哇，你足有够幸福的。我来百几届啊，我大概第一暝拢困袂好，尤其昨暝上歹困。昨暝香港煞冻热起来，安尼困到规身躯汗。那么今仔大家爱较辛苦，爱整到下暗头十点哦，吼，所以大家爱保持体力者，吼。那么首先我向各位提建议就讲，恁来遮上这个课，将来一定会对台湾有心理的负担，就讲。我要替台湾做什么代志？啊，这动荡会愈来愈重，因为你若捌愈侪台湾的真相，你会感觉讲，哇，咱台湾人呢遮可怜，毋是二等国民，甚至是三等的，吼、哦。啊，所以咱做者委屈，像咱台湾人这几年啊，安尼，迄个马英九管台湾的事，管到不得不去。哦，咱阿扁也咧做的是咱台湾人做有公然感的。你看，像我早期读初中的时候，哦，迄阵台语的黄俊良的布袋戏唱甲抓袂牢，有无？哦，咱看甲足迷，但是咱迄个人硬生生甲你斩掉，讲布袋戏爱用北京语演啊，爱演了都无味啊，无台湾味啊。啊，咱就是第一，咱家己的台语吼也袂当讲。歹势，我关一下。拄啊袂，拄啊看看袂，乖，歹势哈，都关袂掉。那么，伫这个情况下，台湾人受尽委屈。迄阵电视台三台无线电视台，迄阵规定讲节目，比如一天会当两点钟的台语节目，哦啊歌，台语歌可能当唱三条，咱拢要限制掉。啊，咱伫学校读国校，讲袂使讲方言，有无？书行拢用汉字，讲爱学北京语。啊，所以咱做家己台湾人开始有自卑，讲咱若讲母语，讲阿嬷的话，讲妈妈的话是无水准的。伫安尼开始了，咱伫心内有一个自卑感。所以，而且因迄阵因中国人虾头大，虾你的过，甲你食去。啊！若哈尼袂过，伊就选伊啊！啊，迄阵台湾人，因为咱战败，咱知影讲啊，咱都日本国战败，所以台湾人迄阵较畏羞、较惊，吼、哦！啊，所以伫安尼种啊，因煞愈来愈大汉，因煞愈来愈唔像是安尼啦，爬到咱头壳顶咧，吼、哦！啊，咱放在放着。啊，所以我建议讲，咱大家今仔我要介三本册，这一定大家爱买来看。第一本就咱秘书长。新台湾论，这本阮甲号称台湾前途的国际地位前途的一个圣经，吼、哦，大部分80%-90%的问题，拢会当直接找着答案，吼、哦。第二本就是一个美国，吼、哦，伫战后来台湾做领事，吼、哦，副领事的这个美国人所写的，乔治科尔所写的，吼、哦，被出卖的台湾，迄本就是写拄啊战后咱投降迄阵。时间，伊伫台湾所看到，中国军来了，伊安怎甲咱控制？吼、哦，安怎甲咱糟蹋？吼、哦，迄内底写了足清楚，吼、哦，这本你也爱看。只无你爱迄、那个敢若前卫出版社有出，吼、哦，还是你上网拍被出卖的台湾，吼、哦，啊，就迄个网站就会出来，吼、哦，啊，你甲迄个博客来书店买就会使，吼、哦，还是去册店找也会使，吼、哦。啊，那么另外一本册，这是世界最畅销的啦，吼、哦，出版上侪册、上侪语文的，叫做《圣经》。咱爱学日本当时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是咱欧洲、欧美会遮进步，因就就依照圣经的指示的教义，《圣经》所教的信、爱、望、相信、不爱。
有愿望。啊，过来，你会看后壁人怎啊，因拢足针对这个诚实。你若无诚实，你这個人方看无人格，你要在这个社会徛起困难。啊，比如讲，你若无信用，你讲要去银行借钱，借无钱，吼，银行拢一定先看信用。啊，这款的经营，造成后壁的人因做代志足认真。啊，讲话算话，啊，但是咱若迄个汉民族甲咱教育的吼，去大清历来甲咱教的遮吼，拢走精，拢咧用骗的，吼、哦。所以因中国家己有一句话讲：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吼、哦。啊，伫这个情况下，你讲像孔明讲解巧，因迄款巧，或者讲解或者干巧啦，拢用骗的嘛，骗术嘛，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无？啊，草船借箭，拢用骗的嘛。人后壁的国家是实事求是，我爱来发明什么物件，我就爱按照科学理论，才会当做出这个物件出来。唔是凭空想象安尼用讲的。啊，中国人出一支嘴，啊，中国人因家己嘛出一本书讲，来生不愿意做中国人。哎，啊，因都不爱做中国人啊，啊，咱台湾人咧做中国人。啊！你看台湾人读到歹无？迄种家家拢戆去，吼、哦！因讲，因遐少年，迄、那个网络有跟因家己调查讲，因根本要做日本人，中国人哦，遐少年呢。伊讲，足侪人去日本佚佗了，才知影，哦，日本遐先进、遐清气、遐有礼貌，当物件拢遐做个遐精致、遐水。中国表面拢足水个，你若讲有要往参观个所在，好，拢甲你做个富丽堂皇。但是迄个后壁街啊，就无同啊。你若甲我较早嘛，但是毋知影，第一个去，哦，进步真啊紧呢。啊，若租脚踏车甲骑一行啊，哇，内底拢袂看到，迄号做样板，外口你看个拢样板，足水。啊，所以因个贫富差距也足大，啊，所以因个治安也足歹，啊，因个人个水准足歹，吼，哎，就无讲好。所以即三分钟。圣经这本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拢咧看。啊，若有信迄个宗教、迄个国家，大部分拢足强的。你甲看后壁的人拢信基督教，这个圣经这本册，因迄内底有足侪圣经足趣味的，讲你不同时间看有不同的启发启示。你看以色列是安怎遐强？以色列，哪是伊人口吼？占全世界可能0.2%尔，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摕到要五分之一，吼，20%诶诺贝尔奖拢伊摕呢，无论科技、文学诶各方面诶，吼，医学、物理化学，因就是信圣经，圣经内底有足有科学根据诶物件，毋是一般诶宗教家己凭空想象所写，吼，迄宗教迄是一个教义，但是圣经这是有历史诶。所以是安怎讲？以色列这个民族灭国了2000几年了，吼、哦，伫1948年也两个复国，吼、哦，啊，这嘛足奇妙，吼、哦。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足势，因为人口有那8-9百万尔，但是你看，伊对美国的影响，美国华尔街，你的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上，还是你就敢那讲，美国的大法官9个大法官内底3个是。犹太裔，另外因对法律这种，因用法律来保护因以色列犹太裔的人，哈、啊，所以，诶，有机会以后我再来讲以色列啦，哈、啊，好，啊，咱继续进入正题，啊，台湾要强，一定爱脱亚入欧，啊，这三本书要讲就是讲，第一，台湾如果你读落了，你对台湾了解了，你就袂歪出来，好、啊，你就袂去用中国国民党伊个假思想来甲咱骗，第二。八出卖了头，你若看迄本了，你若讲你个会支持国民党，我足唔相信的啦。迄本册台湾的悲惨吼，台湾安怎方出卖，你会了解。啊，圣经就是讲，这基本的咱做人的道理拢伫内底。你的国家要强，现在美国总统伊若就任，宣誓爱所按圣经，伊就讲我要照圣经内底教示的教训，要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美国你看上世界上强了。啊，这有原因哈！啊，这我们宣传啦、传教哈、
人因内底真正有即个好嘅物件伫内底，有科技，有逻辑。那么美国君主政府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因人爱撤退去金门、马祖、甲福建的平潭岛啊。平潭岛就福建外海上大一个岛哈。那么今年哈，10月30日，海峡平潭至台中港首航，为台中到平潭3点钟就到啊。那么去年10月7日，海峡平潭至台北港首航，这个较近，台北港就是八里。八里遐金山八里遐有起一个台北港，哈，2点半钟就到。啊，这只船啊，一定载240只的小客车，啊，760个旅客，哈。啊，因家己联合报的电子报，因家己估计去年的运量会达到180,000人次。而且台北港虽然较慢开港，但是因的生意会较好些呐。台北管区拢中国城，哈，迄阵。走路来台湾，拢为家人讲起来，所以拢散伫台北管区，哈、哦。所以为遮要去，平潭会较济，哈、哦。那么是安那？美国会讲台独代表战争，这出奇怪。咱较早呐听到讲台独的战争，就是讲阿强啊要甲咱拍，结果唔是呢。好，咱来看，哈、哦。过去咱国民党拢甲咱欺骗，哈、哦，甲咱讲台独。是迄、那个，伊个用迄个毒药的毒，台独等于毒药啦，哈，台独。讲阿强啊，你若台独，台湾若独立，阿强啊会甲你拍，哈，会袭击台湾的呢。其实，这是2006年5月份，陈水扁去中南美访问，哈，啊阵阿扁也算第二任嘛，伊已经无要听小布希的话啊。开始要行家己的路线，伊讲我无连任的压力啊。前一届我公司不疫苗是许个美国控制掉嘞，啊，即个我无连任的压力，我要行台独的路线，开始无要听美国的话，吼、哦。啊，所以美国甲安排，予伊去飞为阿拉斯加去，迄安哥拉治，吼、哦，遐赶甲皮皮喘，就无甲安排像第一任飞纽约，直接飞美国本土。就像较早李登辉无听美国的话，咧讲两国论，美国甲安排飞夏威夷吧，吼、哦。啊，所以迄阵的李氏主席，迄、那个敢那柏瑞光去甲见面的时，李登辉就穿便服出来接见啊，无穿西装吼、哦。啊，所以迄届阿扁要行家己的路，要独立公投，开始要冲公投吼、哦。所以这个。美国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出来讲话，哈、哦，爱讲啥呢？伊讲，佐利克伊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地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这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地把台独与战争紧密挂钩，这在过去极为罕见，哈、哦。这是2006年5月份迄阵。啊，伊毋是讲了，讲了后壁佫一句哦，伊讲，这是因为胡阿卡话讲较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袂错呐，来打台湾呐。因为咱台湾偏后即块土地是被美国监管嘛，就是敢若讲，我甲日本小战，啊，你日本拍输啊。啊！你无钱无现金来甲我赔我，哎，台湾朋友底下带我手链，所以台湾的主权暂时被美国握有，但是你注意，握有不代表拥有，所有权证在你的手，但是无办过哦，吼、哦。所以马丁讲，我有一粒手表，啊，我著跋输脚，我摕来当店当。那么3个月，当店你要甲我顾好哦。我3个月来，我若有钱，我摕钱要来赎回去的时，你爱比我原封不动还我呢？台湾同款啊，今底下伫美国手里，我爱派兵派伊个军队顾好，袂使讲等日本天皇讲有钱啊吼，后尾摕钱要来甲你付这个战争债的时，讲无呢？我迄个阿强啊退伊啊，迄个阿强抢伊啊呢？袂使。哦，所以美国是安怎？伊爱负责台湾的国防，台湾甲朋友国防。
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土地暂时待在你的手里，你要顾好。我的手表待在你当店内底，这三个你给我顾好，唔好给我用抢去哈。所以这个意思，所以是你若家己家己内底办公道，啊边个要办公道，讲要甲台湾独立出去，要退出去，美国肯定拼咯。嗯，这块地我的呢，你无提钱来赎回去，你要甲提对啊？所以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来肯定输赢哈。唔是阿公要甲咱拍，阿公啊抓头抓尾拢无名，吼、哦！就金山和平，阿公也无去签名，无去签字。蒋介石迄代表嘛无去签字，吼、哦，拢无。是伫就金山和平条生效了，他伫美国的强力主导，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吼、哦，还算子约啊，迄种伊的母约是就金山合约，吼、哦。那么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我觉得咱台湾人足受气。台湾人，我想讲啊，阮较早去美国留学，啊，恁拢教阮民主自由的思想，哦，啊，民主选举。啊，是安那恁家己恁美国人咧选举的时，恁拢会公道，无论州长啊，是说参众议员咧选的时，恁拢加一寡民生议题，甲伫内底咧公道。啊，阮要办公道，他袂使。真侪台湾人拢安尼想，但是美国咧惊烦恼的这个公道，就是公道，就是讲咱台湾人读较无清楚。哦，对我讲的2300万，其中有一半的台湾人希望西澳变中国人去，所以咱是1000万对1300万，咱若公道，咱一定输。哦，你若以2008年谢长廷跟马英九，哦，你若迄届讲那个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啊！迄个阿扁啊，唔，谢长廷输200万票。到前年2012年，小英哦，三只小猪欠呱呱，气势足够稳赢，结果嘛只要输80万票。拢咱独排小英甲谢长廷输通排慢球。啊，你若要公道落，美国食袂消你啦！伊要尊重恁台湾人民主的选择啊，所以伊。未雨绸缪，先给你动不了你公道，因为恁台湾人读个还袂清楚，伫恁还袂清楚之前，恁做出错误的决定，我美国爱承担。好、哦，安尼伊不爱。好、哦，咱就讲2008到2014年，哈、哦，啊，这拍唔对，2012啦，哈、哦。那么现在美国要咱到民间训练4000人的人员，啊、哦，接收人员，甲合法41万人。台湾政府身份证，这就是美国上基本的，就是讲，迄当时就美国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命令就派陈仪来台湾接受，阵台湾头600万人，啊阵陈仪带差不多1000个哦公告人员来接受台湾，迄、那个劫应该讲抢劫的劫啦，劫收啦，哈、哦，来拢党又抢了了的，哈、哦。啊！即卖咱台湾已经2300几万，变2400万，等于4倍，所以美国要求咱爱差不多4000人训练好，读较清楚，吼、哦，较袂讲到时放互你接收的时，你如果讲要台湾要独立出去，要阁变家己一个国家，吼、哦，啊，这就唔对呀，啊、哦。另外41万分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就是代表台湾人，啊，这若来请身份证，那合乎所谓本土台湾人。一旦摕到身份，叫做 TW 的身份，啊 ，TW 身份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正港的台湾人，啊，这些人将来较有资格来做公告人员，哦，无军哦，哈，咱无军队哦，哈，头拄仔咧讲的兵啊，降到剩12万，差不多12万迄个吼，上尾遐会转去做海巡啊，做警察这方面去，哈，啊，是将来咱个配合日本的自卫队，哈。唔是正港的，唔是正式的军队哈。啊，所以你要有这两个拢有啊。啊，咱唔够有资格来要求讲，啊，阮准备好啊，你美国爱甲政权交出来台湾哈，甲中华民国国民党因赶出去，赶离开台湾甲配合。好，来第三，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伊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因为足侪人讲，我拢无看到美军啊。伫台湾，我倒有看到美军咧甲咱占领无啊？哦，表面拢看无，因为呐，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
去跟阿公啊建交，因就协议讲要为台湾撤军出去。好，啊，这是阿公啊要求，你若要跟阿建交会使，你爱美军你爱离开台湾。啊，其实美国是有照安尼做，吼，但是伊留真济穿便服的。伫重要的基地，吼，伫雷达站，还是监听站，吼，电子监听站，穿便服咧执勤的美国人，吼。那么法律上，麦克阿瑟伊的一般命令，伫1945年9月7日发布，吼。啊，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拟定，伫1945年8月17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较授权吼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迄阵伫日本的东京湾密苏里舰艇馆受降典礼，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湾澎湖日军投降。你要注意看，用命令，因为这是命令，啊，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命令是美国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的盟军的最高统帅，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那么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哈，拢伊位置拢属这个美国总统，所以用命令来，哈。啊，是安怎美国会让命令蒋介石来？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迄阵一号命令嘛发落苏联，要求讲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哈，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向苏联苏维埃啊远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有苏维埃这个国家哈，苏联这个国家，但是发命令给蒋介石了，无中华民国，伊要求蒋介石啊，要求讲北纬16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甲澎湖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啊，像那他无挂中华民国，因为迄阵要代表中国的有四州，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有延安的毛泽东政府，各一个为所谓因讲的满洲国，啊，不想要代表中国，所以无到，所以干那机名啊，叫蒋介石。命令蒋介石，无讲命令中华民国蒋介石，无安尼讲吼。好，过来，这个法理依据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吼，这个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伊的第二条美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啦吼。但是23条 A 是确定讲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日本当然就包括日属台湾啦。咱是日本的台湾甲朋友啊，吼，所以这个法理依据，这个是上强的呐。旧金山和平条约是51个国家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开会签字签署通过，吼，位阶上悬。咱所有的问题拢爱转来到旧金山和平遮来解决，唔是台湾关系话，吼。真侪中国人，包括咱台湾的独派，拢咧讲台湾关系法外好拄好，迄个位阶，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呢，唔是国际法吼。咱一定爱转来到旧金山合约这个国际条约内底吼，才会当救台湾。好，那么对日合约拟定呐，含51个同盟国做咧协商，就拢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啊，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外交特使，这个专门咧。协商结果在一个同盟国，要安怎来定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安怎来处分日本？哈，要安怎建后？要安怎善后？哈，就是拢杜勒斯咧主导。哈，那毋是迄阵的强国中美印发书，那毋是中国，也是英国、法国、苏联，无拢中美国咧主导。啊，因为迄阵上有能力直接拍台湾的、拍日本的，拢是美国。哦，拢美国的米-29轰炸机。轰炸机咧拍台湾甲日本哈，好，那么台湾关系法伫1979年4月7日甲订立，但是随追溯到1979年的1月1日，因为1月1日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头拄迄个
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煞断绝哩。所以美国的参众议员赶紧伫四月七日订立台湾关系法，佮追溯到一月七，把迄个麦克阿瑟命令迄个佮接起来，无有空窗期。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是因为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主要占领全国，伊才有权利佮有这个义务来订立。咱毋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还是苏联台湾关系法？没有，就独独干那有美国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四个就是拢有关法理依据。哈，美国是根据这些来，哈，来跟咱占领台湾。唔是啥咧乱的哈，这有国际法的这个背景哈。好，过来咱来看，1982年，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迄阵是美国要跟阿强签8-7公报进程，迄阵台湾人心惶惶，大家惊啊要死，烦恼个，有呐，足惊讲这是压垮台湾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美国在1949年看破蒋介石腐败，甲你支援遐济美式装备，钱也有，物资也有，你国共内战拍甲哩哩啦啦，啊贪污腐败，规个空气啊，所以发表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所以咧美国对华白书皮书一个发布咧，国民党真正兵败如山倒，哦，箭书照敢那咧飞咧。但是国民党伊呢宣传部门嘛做个讲话，建书嘛敢那讲个敢那建尔呢？你若收钱，建书是咪爱撤退？啊，伊讲不爱讲撤退，伊讲转个方向前进。伊讲伊呢家己迄个什么中央日报吼，讲我军转进神速撤退了哈，神速哦，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那听起来是唔足够的。我军打败仗了哈，转进神速，咻，照刚才背的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听起来真的有够厉害哈！啊，台语四字就甲解决了，叫做怕输招赢，走到去台湾来。哦，因所谓讲35胜，结果等于35个百货公司输甲剩。台湾这间啊，这间阁毋是伊个，这日本天皇个，阁走来遮，走来别人个土地，有够袂见笑，拍输个样哈。好，啊，所以即马蒋介石知影讲美国要跟阿强啊签白纸公报啊，开始烦恼。迄阵台湾有钱人，无论哪一列个，无论国民党个、台湾党个，有钱人拢咧卖厝、卖土地，咧卖黄金。变现金，赶紧要逃离台湾，人心惶惶。所以蒋经国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美国雷根总统要求讲：，啊无你嘛发布一个对台的一挂保证吼，讲阮台湾，你美国跟阿强啊签牌，嘛袂影响台湾的治安甲前途安尼。啊，所以美国总统伊了解台湾的经营，所以有发布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这六项保证讲啥？第一，美国无意思要对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哈、哦，继续卖武器，要防卫台湾的对啊，哈、哦。过来，美国不会就对台湾军售议题事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谘商。啊，你注意看，这是对台对台，这个是台湾关系法内边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即马这个无论是你。国民党政府去哩执政，拢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是阿扁啊政府去哩执政，嘛是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哦，不论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可以变换的，哈、哦，唔是国家嘿，只是一个当局。所以阿扁啊选到叫做局长啦，啊、哦，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即马这个马英九嘛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哈、哦。好，好，再来，第三，美国不会再。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啊、第四，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我这个真侪人认为台湾关系法足重要，所以拢袂使修改。啊，所以美国甲你保证袂改，甲你保护台湾，甲你保护你好势好势哈、啊。来，第五，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
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无袂逼你讲爱跟阿强啊和谈啊，还是因为过去国共和谈跟共农国民党拢输啊。第六，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啊，台湾这个主权唔是阿强啊的啊，美国无承认啊，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啊。OK， 我所以这六个条件开了啊，给你保证讲。OK， 啊是安那？美国跟咱什么关系？伊那着爱给你保证。你若无相当的关系，要哪有需要给你保证？你着敢若讲男女朋友交往，一定交往到论及婚嫁，关系足密切的。啊，达波要甲女孩子求婚，讲啊，你来嫁我吼，我给你保证讲，啊你也好做听课啦，吼。啊，我每一个月拢五万块，給你买衫裤；五万块，給你买化妆品，安尼啦，好无？你来给我，安尼保证，对不？无你无关系，上面给你保证，无你边凊彩掠一个人，你甲保证遐有诶无？能当做你笑诶，吼、哦。咱无有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诶保证，还是承诺，对不？法国也无咧甲咱保证讲台湾诶安全，啊，美国就爱甲你保证讲会继续武器互你。保卫台湾的安全，无其他国家安尼做啊，所以美国真正咧管咱台湾的，吼、哦，咱台湾是受美国保护的，咱唔是许中华人民，唔是许许中华民国咧甲咱保护的哈、哦，所以因咧做兵哦，诶，即六几年吼、哦，无啥咧修正哈，而且你讲说啥物古林头战役，迄嘛是咱台湾人去战的呢，爱搞清楚呢，台湾人。迄阵台湾兵、台湾军唔捌战败，所以士气足高昂的。所以把迄个古林头战役是为台湾迄阵调一师吼去支援。那么中华民国国军拢一路拢战败嘛，所以是战败军拢无战斗力，所以拢秘伫后壁，顶多是咱台湾军做头前咧战。咱台湾唔捌拍败战，拢嘛惊头前。哎呀，老外拢比后壁，啊！而且指挥官阁外人，蒋介石知影讲，伊国共内战吼，也输就是因为迄阵，蒋介石是迄阵的黄埔军校校长，但是迄阵的教务长吼是周恩来，啊，所以恁而且迄个黄埔军校是伫苏联的支持之下成立了一个军校，所以你的战略战术。阿强拢知影，所以国共内战蒋介石一直输到走来台湾，所以伊知影讲，我若要去顾台湾，要顾金门妈祖，要顾好，我爱邀请日本的军官，吼、哦，迄、那个根本博将军，迄阵是关东军伫东北这个上用的，含阿强啊，定拢这样，所以请因来做顾问、做参谋，重新拟定战略计划，所以伊个战术，迄阵呢。阿公啊，迄个要攻金门马祖的迄个，这个指挥官叶飞吼，伊唔知影讲指挥官换人啊，大主大的就万船齐发的去拍金门，结果古林头战的死甲一堆啊，拢真侪拢掠起来哈，哎、啊、就是指挥官换日本人，兵啊换台湾兵，台湾军咧拍，啊这郝柏村迄阵伫遐做连长呢。佫是迄个根本无将军，因咧甲指挥的。哦，因即摆出来讲伊啥物古林头战的外交对外好笑，中国人都从后抢功尔吼。正经咧拍是咱台湾军甲日本的军官咧拍咧指挥吼、哦。好，来咱来看美国贺电的意义吼、哦。你若选到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拢爱等美国的贺电来甲你承认。你去2004年，阿扁啊第二届要连任吼，迄届拄啊3.29枪击案，北岛红拍一枪。阿扁啊有联络连宋，啊发生重大案件，敢要阁选马仔，敢要继续投票？啊连宋伊讲好，阮、哦、的民调两个加起来稳赢，马仔票投落，阮就要做总统啊，我、哦、没有问题，开落票阁甲投落，哇，连宋煞输了，输2万几票尔。
换算迄个数字多少？就0.228。哦，啊，这台含二八，迄届多少？你点位我呐？二八牵手赴台湾有无？哎、欸，那会遐拄好？这二八英灵有咧出来咧运作个款呢，吼、哦，哎、欸，真趣味吼、哦。啊，所以赢迄一输啦，所以连从唔甘愿，连战无讲啊，变切国有无？吼、哦，啊，就霸占凯道，霸占中选会。不爱予中选会去打迄个当选证书无，啊，所以一礼拜美国贺电无来，阿边啊，迄阵跟迄个 AIT 的理事迄、那个夏新哦交情袂歹，拜托伊问讲白宫是安怎贺电无来，夏新甲卡去问白宫甲回答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甲当选证书甲打去布告栏去了吼，阮半点钟来。就来啊，迄个贺电就到，啊，所以这个消息，那连前一边嘛知影，所以我派足侪人伫遐，查无爱和迄个黄石成主任委员去打迄个当选证书，其实迄个就属于用拿棍来拆掉，但是打去迄个人的连拍翕到啊，所以甲传真去哦，白宫，点钟来贺电随到，贺电就到，那也知影讲。美国已经承认，即马即个新的总统，新的在台湾的代理人，已经是陈水扁啊，佫乱无效。头家已经董事长已经承认，即马新的总经理，我做下讲，台湾，敢若是美国一间数字电的总公司，派较早用派蒋介石来台湾做即间总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吼啊传予因囝。啊，团甲李登辉，啊，尾也互恁台湾人用选的，选总经理，互恁台湾人家己选啦。哦，啊，尾也选李登辉，选陈水扁，即马选一个马英九咧做总经理。这个总经理做无好，随时会当有诶美国当时诶，当甲你换掉呢。啊，你讲像美国诶，迄阵菲律宾诶总统马可斯，好无？伊选举迄个做票，啊，佮贪污腐败。规个菲律宾人起来反抗，把伊包围伫个总统府马卡南宫有无？美国甲马克思讲，我看你大势已去啊，你爱听我话。你吼，我用飞行机甲你载离开马尼拉吼。啊，马克思看局势歹，真正对美国人坐飞机阵又载伊伫夏威夷，到尾也伫伊十几年后伫遐破灭死吼，甲伊美带有无？美国有这个能力啊，吼、哦，伊有这个权力，因为这过去嘛是伊的殖民地啊。菲律宾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摕到的一个殖民地，同款。台湾即马底下伫美国手里，你替我带台湾这间分公司做总经理，你做无好，我随时会当甲你换。啊，你若选到，我爱发一个聘书，吼、哦，这个贺电来甲你承认讲，哎，啊，你会这样做，吼、哦，这是这个原因，吼、哦。啊，这是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吼、哦，用贺电吼、哦、来给你确认讲你是算的哈。我咱即阵你呢咧等待白宫贺电去一礼拜吼，安尼迄个心情吼，一落一头安尼，迄个心态来安尼放袂落来，都要等到贺电来。哎，哦，美国甲咱承认即马陈水扁第二任的总统确认吼、哦，啊，这就是美国贺电的意义。咱拢唔爱讲。啊，免等其他国家爱核电，就一定爱等美国的哈、哦。原因伫遮哈，咱是会使讲被美国管辖的一个军事占领地哈。过、哦、来，一寡军事基地来做一个对比。好来，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到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哈、哦。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过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美国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是因为战争被割让，还是被放弃的哈、哦？菲律宾被割让，哈、哦，古巴甲台湾被放弃，哈、哦。啊，尤其是美军直接占领，哈、哦，迄阵尼米兹上将，哈、哦，也迄阵的跳岛战术，哈、哦。我昨未去讲了，就是讲，迄阵杜鲁门总统要选总统，啊，伊这两个大将，伊下骹的大将，一个
麦克阿瑟，一个是尼米兹。麦克阿瑟伊想要争面子，伊讲咱爱先拍菲律宾，啊，尼米兹讲咱爱拍台湾。啊个罗斯福是听麦克阿瑟因啦，麦克阿瑟讲咱美国将来美国的土地毋捌去用占领过，拄啊有一块。迄个外国人甲咱占领，迄块土地叫做菲律宾，迄个日本军皇军甲占领，这对咱美国来讲足无民主的，所以咱一定爱反攻，把它取回来。所以杜鲁门听伊的话，所以甲菲律宾先占领落来，啊，跳开台湾，无去拍台湾，直接做跳去拍沖繩啊、琉球啊。啊，所以你来看，这拢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所成立的军事基地，无你美国，你敢敢去北南共设基地？你敢捌敢去阿公阿遐设基地？袂使啊，迄毋是你讲，毋是战争占领的所在啊，吼。但是美国会当去这个韩国、南韩设基地，吼，南韩毛基地，吼。所以咱看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吼，所以咱是。被军事占领不唔对，哈，为这迹象你就看得到，哈。好，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第一，这真重要哈。咱来遮学，它有这两个哈，这两个重重要。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啊，这咱会当用伊拉克来做咧，哈。伊拉克伫2003年3月19日，哈，英美联军开始甲攻击，啊，无到3个月就拍落来，哈，完。以5月10日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的占领期，因为战争差不多结束啊，哈，大部分都平定了，哦，无啥物大的规模的抵抗，哈，所以进入善意占领期。然后，第5月20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伫伊拉克的权力，哈，一定伫伊拉克管伊拉克，哈，一定于君主政府了，哈，好，但是。6年后，哈，2009年4月30日，英军将其撤军。然后美国在2011年12月15日，美军将其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啊，你啊想，美国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动员哦几啊十万的兵力，去甲伊拉克打败，啊死，哦，真个后原来死几啊千个美军，哦啊物资损失的，无人机用打载落来，哦。啊，这算是到头的要几几条的美金哦，哈，账面上啊6000万的美金走袂去，哈，但是因到尾拢爱走，那也无伫遐成立一个美国伊拉克第51州，伊拉克州无，所以这就是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美国来占台湾配合。占据咱台湾嘛，无可能变美国的一州，因为呐，因为波多黎各吼，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这个国家，伊有美国占8几年啊，波多黎各嘛无变美国的一州，无变美国第51州，所以咱台湾，伊有美国占领60几年啊，那波多黎各无法度变一州，台湾嘛无可能变作美国的一州哈，所以变成。今嘛有人咧讲，51州俱乐部咧推行台湾澎湖变成美国的第51州，这是国际法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为着咱就两看来讲，你去安怎讲占据你原来撤军，哈，爱行人，爱搞当地伊拉克民政府，同款，你来搞占台湾片哦，到尾啊，你美国嘛爱撤军，你爱搞完台湾民政府，哈 ，OK。好，过来第二个。重点，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你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规个迄个德军甲规个占领，法国有一个戴高乐将军，带着伊一挂军工教人员流亡去英国伦敦。啊，你注意看，迄、那个国家哪样小，啊，因遐个政府官员流亡去别个国家，拢一定是迄、那个。国家的都一个较大的都市，啊，伦敦，啊，法国在伦敦，袂当讲法国在英国，袂使。所以中国流亡来台湾，伊袂使讲 Chinese Taiwan，
干来讲 Chinese Taipei， 还是一个都市，干来讲是一个都市，啊，袂使讲 Chinese Taiwan 啊。而且袂使就地合法，就讲你若要阁变作一个中华民国，你爱真正反攻大陆，去拍转去到南京，你甲你的南京的总统府阁升级啊起来，甲中国大陆整个中国占领，吼，安尼你会当阁转去，你爱转去遐合法，袂使来台湾就地合法，袂使，因为这是这块土地毋是你的，这是日本天皇的，所以。戴高乐将军去伦敦，一直到建楼，哦，诺曼底登陆，反攻登了了。戴高乐建楼，他阁带因遐公告人员登去法国巴黎，阁成立因法国的政府，好、哦，安尼伊就一定重新恢复法国，哈、哦，伊袂使在伦敦遐讲讲英国，唔，法国在伦敦，啊，伦敦变伊个国家，袂使，哈、哦。咱中华民国吼，这里啊，头拄啊讲过啊哈，啊，吐蕃嘛同款。西藏啊，即摆拢讲吐蕃吼，伊这个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那么这个达兰萨拉是美国替这个吐蕃因甲印度租一块地吼，啊，迄块地是美国咧甲斗三工吼。那么你讲吐蕃的人？达兰萨拉咧选总理的时候，敢有叫印度人跟民做伙选？无呢，是因吐蕃的人家己咧选啦。啊，你看咱中华民国走来台湾咧选中华民国总统、流亡总统，啊，叫咱台湾人去跟民做伙选，啊，咱台湾人戆戆去对伊咧开跟民咧做伙选。啊，就你变承认讲你原来中国人，你唔爱跟民做伙选，诶，咱是日本台湾人呢。所以咱台湾人头壳无清楚，又闹去。哦，法国拄好讲过哈，好。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已经69年啊哈。那么因为咱秘书长2009年10月24日控美案的判决，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啊。哈，美国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哈，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哦，即卖这个政府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咱台湾人所组成的政府，咱。台湾人爱做台湾民政府，这才是咱正港咱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哈。好，那么美国军政府所核发的台湾身份证，伊的法源是啥哈？啊，你看，这是咱秘书长伊的样品哈。啊，拄好咧强调讲，你若本土台湾人，你会当摕这个分类 class TW， 这个本土台湾人，将来敢那有摕到这个身份的人，靠资格伫台湾民政府内底做。公告人员，吼、哦，啊，那因中国人，因摕身份叫啥？因拿来签会使，但是因签的身份叫做 C 就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 就是流亡难民的意思。因摕到的身份叫做难民证，吼、哦，啊，因难民就无资格参加做公告人员，嘛无参选权。将来咱 TW 身份人靠资格去参选咯，就是不论你做候选人，还是去投票。所以将来所有台湾的代志要公道啥，拢本土台湾人 TW 身份的人咧决定台湾的前途，迄阵就无男女对抗啊！哦，你即马像即马，你看台北市柯P跟连胜文因哪样一直咧支持男女咧对抗，啊柯P足巧，哦伊要跳脱男女，哈、哦，用白色力量要来。甲台北重新弄一个新的政治的新的气象哈，啊，这我真佩服伊，啊，这个人读甲足好诶，科比这个人读甲足好诶哈，好，啊，所以咱来了解讲，咱发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哈，啊，伊发完是啥物？伫写伫内底啦哈，啊，重点叫做 USMG TCG，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下骹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号码。啊，头拄啊，这个号码，这跟咱的中华民国车联牌的身份证号码是同款。啊，这是美国号伊哦，所以咱原来会当沿用，哦，无缝接轨。啊，当时美国要求讲你用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时，这个号码是美国号伊的哈。好，咱来看本卡合法的依据，第一依据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就是那和平条约第二条、第四条、第三条，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有这个权利公民权利法案，才有资格发头拄个身份证。而且咱当时咧制定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时候，咱送予美国，无一礼拜就又退件，内底有一挂错误的吼，又修改，啊，咱阁改了，阁送的，阁又退件，到第三届才通过。吼，通过了，咱才开始有这个法案，会当依法发证，咱袂变哦。唔是凭空想啊，想着临时想着啊，后过来发身份证啊，就该发啦。咱要经过合法的程序，佮根据这些法律。那么真侪人咧讲，一个中国政策咧 complain， 讲，啊哪会咧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啊，阮中华民国呢？咱就是用洗脑，咱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你莫不要两个中国嘛？那美国。全世界的联合国，遐大国，敢若承认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毛泽东政权嘛？哦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已经毋是蒋介石这个离开伊家己国土，走去别人的国土，这蒋介石政权来代表啊！哈、哦，所以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这美国毋是敢若美国，世界大部分的正常头壳清楚的国家拢嘛。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了。全世界嘛，无两个美国，国家敢那有，像有一个尔嘛，那有迄个两个共名吼。所以咱莫陷入讲啊，一个中国政策，咱中华民国叛军啊，叛军上好，咱是日本台湾国，啊，袂使安尼讲啦，咱是日本国的台湾啦。嘿，啊，咱有时啊，较早我原来侵略的独派吼，较早我嘛是。作为台湾独立建国的，吼、哦，也、啊、是实在秘书长了，吼、哦，较恍然大悟，较早行唔着路，别弄到头个正歪歪啊未醒呢，吼、哦，好，来，这美国啦，这自古早美国就登陆讲，将来咱呐。要无缝接轨，咱若要接政权，同款咱用这个号码，会当查到过去的资料，会连接。啊，无啦，咱会当连接落来，就是讲，安尼较袂讲，啊，你中华民国一个号码，啊，咱台湾民政府一个号码，啊，要对，都麻烦对啊，咱就无法度无缝接轨，对吧？啊，啊，但咱后壁，咱只有一个美国军政府，另外咱佮家己一个内部的。啊，上重要是这个啦，分类啦，哈、哦，你得要有 TW 身份的人，你才有资格将来做公告人员，还是将来参选，还是去投票。啊，所以遐中国人、遐难民无资格投票，伊嘛袂当去做公告人员，特别佫甲咱伫学校教遐错误的思想，误人子弟。吼、哦，咱真正咱，包括咱这代，吼、哦，咱拢许误人子弟，拢许教中国话语啊。无照讲，若迄阵美国直接来占领台湾，咱会像琉球安尼，因为讲占领袂使违反国际法，改变语言嘛。美国去占领琉球，敢有叫琉球人讲美国话？无呢？琉球人嘛是继续讲日本话啊。咱迄个流亡中华民国来了，伊甲咱改变语言，佮改变人种，因为改变200万的中国难民入来遮，甲来。改变人口结构，这种违反国际法。吼、哦，美军去占领琉球，刚好讲为夏威夷，还是关岛，还是为美国本土，刷到的美国人去住伫奥克纳瓦琉球，无呢？吼、哦，所以咱用改变语言，用改变文字，迄个人种，迄个混血一样。咱过去台湾，咱的平埔族甲高山族分作清楚，无啥混着。为中国那边来的物件，是1949年了，大量德蒙来遮，他们在平埔族啦，是高山族通婚了，咱又有又难着哈。啊，我请问讲，
先上高级班，啊，再来上初级班的举手，我看卖。哦，蛮啊袂少呢吼，恁倒头上哈。啊，我顶礼拜吼，顶礼拜我那袂记，我煞甲，因为我中有一期初级班，我去新法案，我煞无来上，啊，所以我台湾主问题吼，我伫顶礼拜刚上迄个初级班的迄段啦，啊。所以高级班的时候，伊上了初级班迄段。那么，那宠物吼，因为这有真侪往那新来吼，啊，你若听了宠物，较委屈一下，好不？好，好。那么来讲了这，台湾不够水哈，福尔摩沙就是福尔摩沙，翻译做美丽之岛嘛，哈。啊，这个美丽之岛，这我2008年去爬山，啊，无意中翕到这张吼，感觉足水的。我无想讲，我今仔会摕一张出来才讲，因为呐，台湾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吼、哦，荷兰人来要出咱遮的鹿皮，吼、哦，啊，所以伫安平做伊的这个贸易基地，电线工来咱变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那么台清来。把咱关212栋，把咱当作化外之地啊，无咧认真咧管理啦，啊是干那伊要做贪官污吏，因迄阵派来遮做干那才三年满，着还佫还等伊，无好你带只连任，佫跟当地平埔族还是高沙族合作伙要佫反清复明，所以三年官，因着尽量伫两年内，两年满，着落地爱地方满黄金。泉州吼，地方满吼，外国外方满吼，三年官两年满，就一个讲清朝这样官员。啊，话日本，只要战争摕到台湾了，日本人来了，发现台湾是宝岛，因为粮食会当一年三收，种两届稻啊，一届这个杂粮吼，大豆啦，就玉米、番薯这方面，所以说变作一个粮仓。所以日本摕到这地了，较知影讲哦，台湾这块宝岛真好。啊，所以伊较有资格来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吼、哦、大东亚这个战争。因为呐，你若要烧钱，一定爱粮草爱有足。啊，台湾都爱这样提供这个粮草，吼、哦。所以烧钱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若无粮草，迄边也无饭通食哦，软脚边那烧钱，吼、哦。啊，所以台湾才变伊日本南进的基地。哦，南京太平洋的基地。那么，建后国民党政府来，哇，伊咱又个变作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咱当咧做人的基地呢，吼、哦，甲即嘛。所以，我尾仔才发现，哦，原来这电源这个是人造结构物啊，这就是满洲的当兵的这个九鹏中科院的这个飞弹的迄个发射基地，哦，迄个试验场。你若莫讲安尼，千千里也感觉讲，嗯，啊，这个龟基山其实唔是，这是一个基地吼、哦。所以真可惜，台湾这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吼、哦。所以将来咱民政府，咱家己会当自治的时，台湾人咧管家己的时，咱即个精英吼、哦，咱来像柯文哲安尼吼，广、哦、招台湾精英来甲台湾好啊，治理好些。台湾真正是宝岛吼。迄、哦那个国民党歪了69年啊，歪袂倒，你看有好无？故在伊外国，咱安尼台湾牛一直做，一直拍拼，一直纳税金，伊敢若外国外达到69年，咱袂倒，这真正报倒吼。好，那么台生咱换台湾猪问题，哎，台湾猪问题，我先搁讲一下，就讲台湾有遮侪问题，就是为中国人来了开始有诶。可是雨现在已经换，
一年三收啦，一年可以收三次，就是两次稻米，啊一次杂粮，杂粮就是有玉米啊、大豆、黄豆、地瓜啊，那些都是啊，那个比较没有重要哈、啊。好，我记我读初中，我那阵无装卡无钱，所以有时要注册，拢爱靠阮妈妈哈，我拢伫厝边有低调饲猪。那阵的猪吼，差不多饲两百公，七个月就会当抬。所以阵若要食猪肉，我都爱家己饲吼，也是亲戚朋友来安尼，啊来饲好大只，会当卖，卖我就有钱通去交册费。啊，我嘛饲鸭，我若要炸便当，透早我拢去看我的鸭有生卵无，若有生卵，我就有通啊一条荷包蛋会当炸去，啊若无就菜脯豆脯啊，咸鱼啊，嘿，拢较早拢家己饲迄种有机的哦吼。拢家己去溪，撸一寡细只鱼仔倒来好食呢。哦，啊生的有只两粒两银。但是我会记讲，阮爸爸因迄七个月两百公会抬猪，但是1949年吼，蒋介石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的猪来互咱饲，饲69吨啊，迄猪拢袂抬得，对不对？咱逐年拢继续纳税金在甲饲。啊，袂太低啦。啊，因为较早有日本人来，计算作业的嘛，吼。啊，迄阵日本咱台湾人迄个管甲，讲吼，即日本建设足重的，因的顶的政策落来吼，啊，就拢强力执行。所以迄阵的台湾卫生也好，人民守法、守规矩，哦，守信用、守时间，有无？你来看日本时代，咱咧讲火车，日本的火车，是日本人来了才有火车呢。哦，大清又无火车，刘铭传去迄五轮车迄袂用的。哦，啊，这个火车你看，日本时代咱拢讲火车哪万分是万分呐。我见到中国人来了，讲误点，哇！一分钟甲一点钟是差60倍呢。啊，你看中国人的误差偌大？咱拢讲万分，咱无咧讲误点，是中国人甲咧讲误点，吼，对不？安尼差异啊！啊，阮爸爸因讲日本时代，阮讲话算话，阮讲出来就答应人较惨死，一定爱做到到，这信用的问题。所以，阮迄阵免写契约。讲出来就做到够，这日本精神嘛，讲话算话嘛。即卖中国人的系统教了，讲话拢无算话。即卖写契约书写日本只啊本，佫出代志。较早毋是，阮爸因讲，阮讲出来就准算啊，对不对？守时间嘛，守信用嘛，对不？好、哦，所以伫安就差异啊。所以迄阵有咧讲，啊日本人敢若教足够家足重这个。台湾这个鸡顾甲足好个，日本狗，啊嘛中国人来了，哦，啊煞狗去狗转去啊，迄个日本人迄种遣散转去，哦，狗去煞猪来，因为遐猪来吼，你只唔讨蛋啊，干那要歪狗尔啦，啊干那食只，甲你喂甲满死个，我即个像中国人即摆来台湾佚佗有无？后多满死个咧放屎尿个有无？吼、哦，啊我咱台湾人足切，啊即款个水准。三流的国家的水准要来管咱一流的当时的日本台湾，那管会好？一定管袂好的嘛！啊、哦，所以尾下人讲教起猪来就是安尼，吼、哦。来，这我若参考咱秘书长所写的这些册，吼、哦、啊，所以当然就是唔盲讲，咱了解咱台湾的法律。状况啦，哈，啊，甲清除迄个国民党错误教育啦，哈，啊，了解台湾的各项的法律的真相，哈，啊，咱做下来了解历史，做下来创造台湾新的历史，哈，好，好，来先来讲美国跟咱台湾有关的条约法律，这个南加之盟，伫1867年，哈，美国有一个商船叫罗发号，后人讲罗美号，哈，伫台东外海。搞不好头拄啊，迄个相片啊吼，发生船难，哎呀，船员起来了，煞迄个南台湾族的人甲杀害，
美国去甲大清抗议，大清政府讲，返辽以南不在版图，迄是三藩之地来卸责。哇，迄毋是我管的，迄法外之地。好、哦，啊，所以美国尾仔就派这个，因的迄阵伫厦门的领事吼、哦，叫李里浪，来看南台湾十八社，因家己无经过大清啊啦，家己来看这个十八社的头目吼。哦周继度来签约，爱顿有一个通译官叫做毕其林哈，啊，这个李里浪伊迄阵有参加南北战争啊，一粒目睭判去，啊，所以有带异眼假的目睭，啊，这个毕其林就往那个创一波讲，因为你要跟原住民讲足歹沟通的吼，人讲青番讲袂听，足歹沟通的，伊讲甲招出来甲讲无安尼啦，你等下吼。你入去，你把你的目睭挖出来吼，下倒啊顶。哦，啊，即嘛真正过入界吼，就瞪，拢把目睭摕来，看要签无啊？好啊，原住民惊着啊！这是人还是神还是鬼啊？那目睭会当摕出来？惊着，拢赶紧签，唔啊，准签，准有签一个签约，是安尼来啊？啊，迄个签约内底内文基本是讲，南台湾地区非清国领地，吼、哦，迄算人质关以外的对吧？哈、哦，此南加之盟是美国跟南台湾原住民族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啊，阵签的内文就是讲，你若准啊发生船难，啊，你上岸，白天你爱夹红布旗啊，啊，到岸边了，你就爱在岸边啊等原住民。你袂甲你抓，因抓，你袂使随便侵入人的领域。啊，若暗时啊，你着爱举火把做信号，哦，来到岸边往等。袂使随意侵入诶高山的传统领域的对啊，哈、哦。那么美国跟台湾有关的条约法律，咱来做一个了解哈、哦。有旧金山河，这个是上关键的。好、哦，啊，过来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监管这个国际法，啊，会当解救台湾呢？其实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点咱爱深深切记。莫许国民党把咱揪来伫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美国所保护的是保护到住在台湾澎湖上面的这些居民，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只要你住伫监管，无论你对一国的人，我美国拢甲你保护。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是讲 ，people of Taiwan， 就爱正港本土台湾人，美国较有保护，所以台湾关系法是保护着台湾人嘛，同时去保护着中国人。啊，那转来遮，旧金山合约，这国际条约是干呐保护本土台湾人俩，吼、哦，就干呐讲保护琉球的人，无保护着其他国外国的外国人，吼、哦。那么现在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模巧妙的模糊化，啊，而且是美国得为着伊个利益，啊，伊个自身利益，啊，像较早贾布斯跟阿扁啊，第一任的时，哦，伊两个金马子，啊，贾布斯真欣赏阿扁啊，哦，所以阿扁啊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直接请伊飞行机会当飞到纽约州，啊，个本土，啊，就是美国要配合，要阿扁配合反恐。啊，即马若要跟阿强啊配合反恐，即马就话把台湾互阿强啊看，讲啊我无要卖啥物直升机，还是飞弹，无要卖互台湾，即个暂时按下，拢安尼咧算，吼、哦，这是美国为着美国的利益，吼、哦。啊，美国嘛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因为大家做生意人，吼、哦，拢爱有生意往来，啊，卖为着政治的代志来发生口角，吼、哦，来一寡。贸易条约来签袂好势吼，过、哦、来把台湾当作基地啊吼，随、哦、时利用台湾，连咪耍这边，连咪耍那边，哦，当作棋子咧算安尼吼。所以美国最爱算台湾，因为台湾太好用咧。台湾这个所在地理位置、地点太好咧，啊，台湾人佫乖，真好教，真好操控，啊、哦，因为咱无像中国人遐奸诈。啊，美国咧，跟阿强咧耍文字游戏吼，美国呐无胜输中国人吼。
过来美国嘛咧等本土台湾人觉醒爱超过75%以上，啊你会想，啊那也毋是51%，咱投票若赢1%就赢，噶毋是？啊那也爱75%，即个就是加25%要互伊用买票买袂过安尼，吼、哦，啊奇怪，2000万的台湾人会选输300万的中国人，只无到15%的中国人咧，甲咱带咱头壳顶咧放在放尿咧，甲咱管，啊咱拢输，较奇怪，这就是咱头壳用洗脑的吼。无因为中国来，哦，都无到200万的中国人来，先到咱本土台湾人迄阵都有600万的人，吼、哦，安尼咱来算，甲即马来，咱了咧算输伊，吼、哦。好，咱来看1895年日本驶政台湾，先那受到原住民族强烈的反抗，吼、哦。这上早，大清是干呐西部平原家，吼、哦，有一挂屯垦区，吼、哦，比如台北万华地区啦，吼、哦，桃竹苗地区啊，台中北港遮吼，啊，台南这个安平遮吼，凤、哦、山地区安尼一撮一撮无连接，啊，所以这个中央山脉以东是化外之地，毋是大清咧管的。啊，结果中日甲午战争了，大清啦、啊、哈，清日甲午战争，咱莫用中日甲午战争，爱用清日，因为是由大清帝国。迄阵无中国哈，亲日甲午战争也是割让台湾跟澎湖和日本，但是等于敢若讲，你大清要卖即间厝，结果甲隔壁原住民族的中央山脉迄间也做去卖互人，毋是伊的，伊也做去共卖互人去，吼、哦，即个毋对呀，对无？啊、所以日本来开始要管山地时，咱的高山原住民吼、哦，你若去看迄个塞德克巴莱，哇，遐人就是迄个管甲挡袂牢，起来反抗，哇、哦，咱的高山战斗力足强的哈。雾、哦、社事件哈，哦，台下日本人惊着，日本用正规军来啊，护理无法的，到尾啊，爱用毒气哇，哈、哦，啊，这就是。像那高沙原住民族会反抗，即我传统我伫遮生活，我较与世无争，我伫高沙。啊，较早有一个讲法讲，高沙族本来住伫平地，是平埔族来较甲因赶去，平埔族无遐敖啊。我伊讲，高沙迄出草迄刀仔咧抬足厉害，你见输伊啦。人因原地就习惯住伫个较高海拔的所在啦，吼、哦。平埔族是平埔族，高沙族是高沙族，吼、哦，毋是咱甲赶去。毋是讲，哦，汉人来，甲咱赶去山边，啊，换咱甲山边的高山族甲赶去山顶，不是这一回事啊，哈，拢唔好话哈。好，咱来监督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台湾人学习。啊，这美国奥巴马总统伫国会参众议院咧演讲，啊，只有两组人拢坐咧，无爬起来拍扑啊。哇，咱来看这两组人是啥哈？这组人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哈、哦，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哈、哦。你看，由于这个我看这个上好笑，这个面变变，改成奥巴马欠伊花啊钱安尼，哈、哦。大家拢无笑容，哈、哦，啊手拢摸条条，也无咧拍扑啊。啊，另外这组人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因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司法公正。哦，而且美国就是立法、行政，后边较司法。立法一定伫美国，美国国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得爱人民选参众议员出来了，来定法律，立法了通过，参众议员通过了，较上予行政部门总统，美国总统去执行。总统若无照法律执行，后壁有一个司法单位，就是因家大法官，会当来纠举，哦，来个处罚，啊、哦，所以，啊，若伫目前的中华民国系统，是
行政、立法、司法，行政白头前，行政后壁这立法是敢若行政院的立法局，好不？敢若橡皮图章，所以不同款。人美国是把国会当作权力最高机关，唔是总统哦，啊，总统是行政权上权，无唔对。但是美国最高的民意机构是美国的参众议院，这个叫做国会，啊，要了解哈。所以咱要学美国这个观念。爱先有立法啦，哈，好来，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哈，谢长廷，啊，我等下讲伊一路上这个政治生命安尼起起落落，伊从台北市议员最高票当选，第二届要连任，伊讲啊，我的票真济吼，啊分一寡别人，哇，伊煞最高票落选，啊，佫来选立法委员嘛，最高票当选，第二届伊佫讲分一寡票人，哇，伊佫落最高票落选。啊，过来看嘛，变来初选台北市长输，所以谢长廷变啊变来选举总干事吼，迄阵看赵少康咧每日一问吼，足精彩。但伊陷入宪法一中，就是头壳无清楚。甲咱台湾讲，咱是看阿强啊一个中国吼，咱伫因内底，其实咱唔是，咱日本的台湾是日本台湾啊，但是伊用这个宪法一中要甲台湾。包伫中国内底吼，啊，即个错误呀吼。啊，蔡英文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吼。啊，即个呢，党有讲过吼。啊，即头拄仔讲过吼，啊，咱即个跳过吼。好，其实陈水扁担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八年，经常接获美方指示来巡视。好，所以根本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呐。啊，所以，哎，我等下靠你。伫美国的指导之下，你伫台湾做所谓伫中华民国系统内底做总统，拢爱听美国美方的指示来行事啊。美国攻略的有理解这样子，所以美国对台湾。也即个治理当局的头头局长，拢说三道四啊。你看，伫2006年6月2日，美国 AIT 前处长杨朱莉，捌伫总统府训示阿扁三点，用训示哦，哈，这是上级指导单位对下级单位，唔该用训示。爱讲对三点，咱来看。迄阵就是阿扁啊，伊要行家己路，开始要行独排的路，开始要。统独公投，哈，买什么什么公投一堆，哈，伊个间隔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哈。第二个，台湾人不可以公投，啊，他都要公理有鬼啊，哈。台湾人他个不清楚，美国作惊。台湾到现在地位未定，我美国还未决定台湾要何去何从，我还未决定好咧，所以你未使去搞公投决定台湾的前途，是这个原因。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哦。美国说你这个可以做，你才可以做啊，你不可以做就不会啊，你啊，你没做，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阿扁啊，6月份去中南美访问，要回来美国不好陪美国，所以阿扁啊，迄阵开始一个叫做迷航之旅，有无？尾啊陪伊到利比亚去，有无？去哥达菲亚，有无？大家印象还记得未？有迄个，迄只个唔代表背对个，啊，就是美国不爱会背为美国本土，还是其他两个夏威夷州，还是阿拉斯加州，啊。过来，咱来看1952年，真侪人讲，台湾是中日台北合约，吼，台湾已经根据这个台北合约，甲台湾朋友交中华民国去啊，所以这个是错误，内底无文字写讲办交割、交割。啊，是割让，拢无，内底拢无，吼，所以中国人拢都爱用这个开罗宣言啊，还是用台北合约啊，讲台湾已经根据开罗宣言跟台北合约已经归还给中华人啊，中华民国，拢安敢骗？啊，咱台湾人足好骗的呢，我听哦，有签这个啊，安尼应该是应该交中国去啊，中华民国去啊，个个拢安尼用洗脑，吼。其实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已经灭亡啊，
这人已经死啊，啊变哪点交，变哪交接，都无这个骨骼啊嘛。哦，伊离开家己的国家，变做流亡政府，都无骨骼可以承受台湾跟澎湖，更何况台湾跟澎湖是日本天皇真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啊，袂当挂出去啊。那么咱来看，现在究竟那和平条约干哪规定，台湾澎湖只能放弃，不能割让？啊，咱来参考单独啊，秘书长有讲的辽辽南的奉天返还条约哈。这个条约是这个啦哈。啊，重点就是讲，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的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所以俄国联合法国跟德国来提出抗议。必须代签日本伫十一月初八签代签阁针对辽东半岛来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哈，啊，这个辽南返还协定是讲，啊，你若不割地，你既然割袂出来，啊，无你啊，你都要赔款嘛。所以迄阵阁赔库平银啊3000万两，迄阵的库平银3000万两，所以日本有摕到这条钱，所以一定。对于国内的经济哈，甲工业发展真有真大帮助。所以迄阵尾啊，日本一直撑开就是安尼哈。就是迄阵跟苏联拍阿赢，跟中国拍阿赢吼。迄阵呢，日本算足小，但是我都甲这两个帝国哈，苏、迄个罗西亚哈，迄阵呢，俄罗斯因迄个罗西亚啊，甲大清帝国拍败。好来，咱来看讲。Chinese Taipei， 你来一查 Google 的英文内底伊会写 Chinese Taipei is only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not a state。中国人在台北，他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府在台北，他不是一个国家。好、哦，这不是咱家己写、家己讲的哈、哦，这是英文版的哈、哦。好，过来，就今仔和平条约第四条 B。美国对日本人民财产有处分权，啊，这点也真重要，就是讲美国授权，和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啊，中华民国未前未伫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进前，因入来就开始咧搜刮台湾人民，包括日本所留落来遗产，哦，所以因即摆东山，拢总是在美国的，会使讲放任之下。有占俩，有占，所以这将来咱台湾民政府拢会退转来哈。那么《旧金和平条约》第四条 B， 日本承认前述第二条跟第三条，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与日本国民财产的处分的有效性。啊，即摆这里对日本国民财产处分的有效性，美国军事政府授权等于乎中华民国蒋介石。那么美国这个军事政府，伊拢秘伫后壁，伊为了伊的利益，为了伊的所谓的模糊政策，伊拢做中间人，藏伫后壁，用头前这白手套啊，蒋介石、中华民国还是国民党咧，生咱咧生咱台湾人对吧？哈、哦，所以咱来知影讲，这条约对咱台湾人真重要，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啊，所以。咱来去告美国，咱嘛是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一挂基本的法理论述来告美国，告到美国国务院吼、哦、宣布放弃抗辩权哈。好、哦，咱来看1949年6月15日，迄阵伊用一块的新台币，叫咱爱用40000块去甲伊换哈。这是一个行政命令哈、哦，另外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那么维加利亚也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无台湾甲澎湖的领土主权，因为你若讲要换一个新币制，你哪会无甲台币直接换掉，变作中国币、中华币？你讲美国有美金，法国有法郎，英国有英镑，好不？日本有日元，啊你。中华民国来台湾，你要发行新的币制，你哪会用新台币？你哪会无用中华币？啊，为者你就当讲看出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
所以伊袂当在台湾发行伊中华币，所以伊干来当用新的台币来一块换四万块的旧台币，甲咱台湾人本来钱一堆的，佫一概甲你洗甲空空，咱佫较好个嘛，袂堪你安尼四万块。咱即个物主若讲10%有无？一个猪肉若起10%，大家爱叫，这是40000倍呢，1:40,000呐、啊。你看有食得无？迄阵的咱的老一辈，咱的士大人实在真可怜，迄阵要过日真歹过哈。为遮看这个40000多块，咱会当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当发行中华币在台湾哈。啊，咱若甲迄当时40000多块吼，啊，迄阵每7年本利翻1倍，咱来甲算，因为迄阵的40000即卖变偌济？哦，63年7年1倍。变高9番嘛哈，486安尼里来，9番了，那么2000几万呢？你看，咱迄阵用生偌济去，吼，遮济钱用补无去，吼。你阵若有40000块，即马应该有2000几万，就会使讲迄阵一块的新台币，因为是即马，若要照较早的币值的这个吼，是遮济钱。哦、咱台湾人，你看被抢劫，这真正又抢劫，伊都用一个行政命令，咱的钱都又抢去啊！哈、哦，台政拢用纸给你换嘛，不然嘛用纸去给你换纸，一块换4万呐、啊，哦对不、哦？好，那么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的政党，咱来看，有国民党、有民进党这两个上大，再来台联、亲民党、甲新党，这拢是中华民国体制内的政党。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因个立法专书在运作，哈。但是咱民政府是伫外口，咱无去甲登记，哈。咱是依照美国军事政府下卡的台湾民政府，哈，咱所成立的，哈。所以这些人，这些政党，你搁较安怎算，就逃不出中华民国如来佛的所掌心。你伫中华民国体制内，拢有掌控掉了，就敢若咱台湾民政府伫外口。所以咱已经伫遮受训吼、哦，3年半学期啊，到明年1月就4年啊。咱毋捌有迄个中华民国的检调警察单位来甲咱骚扰，讲咱直接咧做非法组织、非法训练啊啥无。咱无半个人要抓，吼、哦！我对咱秘书长对8年外，嘛毋捌一个警察也是调查局的来甲我问，吼、哦！所以放心。因为咱后壁是美国军政府，咱是合法的。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照《国际战争法》来，哈、哦，咱袂误。而且咱毋是武力叛变，咱是讲国际法律，照国际的规则。哦，就敢若讲，咱的交通规则，全世界拢共款嘛，红灯爱停，绿灯较会当行。啊，敢若分左驾甲右驾，很多类倒边个正边个。所以咱照国际法律。照世界的交通规则，照世界的这个国际法，咱也在讲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阿公阿卡扎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咱这法律开始在讲，因嘛有咧伫网络来咧眼看，因了解了，哦，那照国际法，阿公阿根本抓头抓尾拢台湾无名嘛。所以因已经无咧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不咧讲这句话啊，因你知影？好，这里可能较无重要，我跳过去啊。我再解释一下哈，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哈，这个红色其实规个拢啊做红，就是变日本国旗啊，对不？啊，是咱边啊6000就是咱。台湾甲分做6个州，吼，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吼，啊，高雄州、宜化东州，即6粒星。啊，台湾顶边是咱也有即粒星，就是台湾偏向即块土地，迄个美国君主占领，哦，所以代表咱了用红的口开是日属，啊，但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安尼怎意思？台湾迄个日本天皇，即属日本天皇包掉咧，啊，日本美国君主政府占领。啊，即美国占领旗同款，你看美国的，即、这个、红红就是日本天皇的台湾，但是台湾这块土地，伊有美军，你若美军的无人机，
伊个舰车吼，你看伊拢有这个马古吼，这代表军方吼。好，啊，咱来看1988年张献义事件哈。张献义伫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从事秘密核武研发，这是伫蒋经国的指示之下。哈，因为阵阿公已经有核子弹啊，啊，伊原来想讲要用核子恐怖平衡，所以对外拢讲中华民国无要做核子武器哈，但是私底下一直咧研发核武，但是迄阵。张献义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吸收的美国的 CIA 的间谍哈。伫1988年1月12日，伊甲一寡伫核能研究所遐个一寡资料收集好，伫美国的暗组织啊逃离台湾，甲一寡机密资料拢转交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伫无一礼拜哈，就跟联合国的这个原子能国际原子能总署哈。在1988年1月15日来突袭检查中科院核研所，拆设设施及带走大量仪器设备。好，啊，你甲想，美国哪有迄个权力会当来拆设中华民国的设施，带走大量仪器设备？啊，这令国际震惊的张献义事件为之爆发。那么，这个张献义到即马伫美国，伊有美国甲报哦，吼，还伫美国吼，啊，为者来看个。美国那唔敢去拆北韩的核设施，啊，而去拆伊朗的核设施，伊哪会敢来台湾拆？就是台湾是美国君主占领地，伊所咧管的，你袂使大家咧甲发展，我无允准的这个核子武器嘛，吼、哦。所以为遮来看，咱就知影讲，台湾真的是被美国军事管控，管甲死死死，包括你要发展啥物武器，啊，包括我咧讲，包括你飞弹的射程，拢爱受到美国限制，哈、哦。那么张献义这个叛逃哈，蒋经国伊核武大梦准规个破败，哦，伊开足侪钱，因为这要研究这个核武器哈，还开足侪钱。啊，蒋经国想讲，本来要做一个恐怖平衡，为者这个大梦已逝哈，无多，到尾啊，七孔老的死啊，蒋经国是七孔老的死哈。那么独派努力台独建国。60几年，无要问方向方法，伊会杀错种。咱若要种物件，爱也着切种嘛。结果伊拢也着草籽啊，发甲全草啊，足骨力做啦。结果就敢若一只虎神，伊弄窗仔门，啊，就看到会点过，他一直咧弄窗仔门，啊，就弄袂出去。啊，弄60几年，伊也无要写倒转来讲，啊，是啥物原因？所以。阮迄阵我加入民进党，我就认为讲哦，民进党是台湾人所组成的党，会当带台湾走出一片好的将来。结果到尾拢我失望，啊是我好哩，刚才有拄着秘书长伊这个论述，啊我一听，哎，这个确实对的嘛。啊、所以咱要做代志要有一挂方法，啊唔好固步自封，就讲。就敢若阮民进党较对啦，恁其他讲的拢唔对，唔是人坐就对哦。哦，你讲像柯文哲伊一个人尔，你看，反正有时候吼，就是算的问题啦。台湾有开始有独派，就是28事变，台湾独派就是建老能力哦。1947年、1945年是迄个建老嘛，啊能力哦是毋是？67到現在67年，獨派位遐开始，台湾人覺醒嘛，而自家用台式遐侪精英了，较覺醒，所以较讲67年啦，安知无？吼、哦，是建老2年，啊，即马来国民党来是已经来69年啊，吼、哦，啊，所以扣掉迄2年，因进前台湾人还戆戆，也毋知影中国人遐恶疾，吼、哦，所以我只着写67年，哈、哦，啊，台独位遐开始嘛。有诶，台北市诶，就像邱永汉啊，走去日本，啊，像史明啊，走去日本，啊，史明即个位上嘛，足古锥，伊规世人无抓，就是要引导国民党，啊，敢那那90几岁啊，啊，即款气魄，即就是日本精神啦。我无甲你引甲你国民党倒吼，我家己也歹死就对啊。
那么卡住台湾若要建国，还是要独立，嘛爱照国际法理的五个步骤。啊，台湾人拢无要照国际法理哦，你我今嘛讲来听哈。第一步，咱台湾人爱请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的政权，啊，让咱台湾民政府自治，自治一段时间，让台湾人拢教育两代、三代以后，读个拢清楚啊。咱爱要求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来签一个类似琉球返还协定，让台湾返还日本母国，有无？爱赔钱嘛，战争才会行。咱等于日本母国了，咱若要独立出来，咱爱阁要求日本的母国制定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了，台湾人唔该会当来依照这个法院来办台湾公投，决定未来。结果，咱即卖独派，伫这个进程，就直接跳落到上下边，就要公投啊。中间的法律，这个步骤。拢无要管，所以互笑啊！所以阿扁啊，用台湾的名义，就要加入联合国，送惊联合国秘书处看都无爱看，直接甲退惊。这就是拢无照国际法律，你都还袂变作一个国家，你要安怎加入联合国？吼、哦！啊，你拢还袂经过这个程序，啊，你就要共独立建国出去，就要公投，就要建国，就要独立，哪有这简单？欸、台湾这块土地。足复杂的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又卖个啥子鸡排来了，台湾煞忽一个乱糟糟。咱若像琉球，当时美国单纯占领，咱无这个代志，咱也袂用洗脑甲讲，咱即马拢咧讲北京语，啊，拢中国思想。咱若自迄阵美国军事占领，甲即马哦，总共美国还无走，咱即马讲讲啊啥，日语变是咱的国语啊，咱的官方语言啊。咱就袂讲北京语啊，吼，就袂用啊。而且台湾若要独立，第一爱问美国有同意无嘛？美国是监管台湾嘛。第二个，台湾要独立嘛，爱问日本天皇伊要同意无？这所有权证的人嘛，伊摕所有权证的人啊，啊，所有权证底下伫美国手里啊，你这两个头家你拢无问，啊，就要用公投吼，台湾就要公投决定未来。台湾人伤过天真去啊，吼，嘛伤过无国际法律，啊，即无爱无了解国际法律，嘛是国民党无爱互咱去学遮个物件，吼，包括伊嘛无爱训练咱台湾人个外交官，伊惊咱台湾人巧，所以中国人来了，尽量互咱去读，拢去干呐去做医生上好，去赚有钱赚，去做生意安上好，啊，军工搞拢因咧。啊！因为台湾人啊，较惊家己的子弟去军方啊，军方黑暗，惊家己的子弟去啊吃暗亏，向害死哈。尤其洪中秋这事件。对，对，就是 TCG 就是这个台湾，不是台湾西伯就是。平民呐、啊，就是人民，台湾人民政府，台湾平民政府啊，人啊，咱 government 才是政权，这个是政府，也有翻成政权哈、啊，台湾 government。那么李登辉丁总统在1996年哈、啊、10月份本来被废省，由 AIT 个阻止哈、啊，在1997年12月召开的国会决定修宪动省、哦、所以到现在中央新村、哦、中心新村、哦、也建筑群到现在要保留掉了、哦、这个中央新村的建筑群，这就是保留说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了要进驻、哦、李登辉那时候不了解台湾的情形，一声要讲废省哦、所以美国 AIT 随出来动、哦、所以他们后来决定修宪动省，把这些建筑群保留起来，就是等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要来这里、哦啊、这以后可能我们继续训练人，因为人都没够，你读得不清楚，没来这里
顶读读了清楚吼，台湾人出去佫讲要佫独立吧，也着麻烦啊。咱已经训练几啊批，为只出去，嘛是拢佫兼着落去的。半人嘴就是恶瓜，伊就认为讲伊作搞呀，拢捌啦哈。对对对，咱台湾民政府就规个所去啊。来看美国啦，美国若讲要搁叫咱去总统府，咱嘛着去总统府啊。啊，着看当到时美国伊会写指导令哈。咱看美国，毋是咱决定的，拢美国咧决定哈。好，那么今年吼，咱迄个 TVBS 甲咱报着讲，咱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啦。哦，啊，咱秘书长出去的。哦，阵咱台湾民政府伫台湾七大报刊登半版广告吼。有自由啊，甲工商联合有吼，啊，即刊的广告吼，甲咱的论述较基本的写起来吼。啊，第二届搁刊的是去某摆，就甲阮的相片吼，阮遮一挂干部相片拢起来。啊，即诈骗集团有人安尼咧刊呢？阮若是诈骗集团，阮敢甲阮的相片、甲我的电话拢用起来，特别笑的个。安尼就真金不怕火炼嘛，真诶假诶，阮敢徛出来，阮相片敢出来伫遮。安尼，你若讲我诈骗集团来叫调查局、检察局拢来抓抓去嘛？无，阮若无半人要抓，哦，安尼就不攻自破嘛，吼，对吧？所以我有时啊甲消警讲，啊，这是要通缉哦，要通缉阮呢。所以阮毋是咧讲骗，咱所讲诶，这是拢依照国际法理。只是咱过去毋捌听到，啊，所以拢认为讲无可能。所以阮有时啊拄开始啊七八年前，阮去讲讲，阮不是用吐槽呢，有时啊用走来甲你问看，啊你发烧无，烧歹无？啊有时啊比啊，啊你是安尼啦，嗯，他有可能，什么台湾是美国的海外领土，美国军事占领地，我拢无看到对啦，伊都，嗯。嗯，对，台湾很多猪的问题，就是中国猪来了，才有很多猪的问题。嗯。好，来，真正执行美国政策走向的是美国的。国防部，你呐，美国总统四年就选一届，不一定连任嘛。有些四年做煞就结束啊。但是三军的将领是一直做到退伍嘞，我还做二三十档嘞。我拢嘛在大了的些参谋联席会议，人家人咧决定美国的招降，所以真正咧制定执行美国政策走向是美国的国防部哦。对咱的了解，唔是行政部门哦，哦国防部当然是行政部门的一员，但是国防部有真大的权力，会当影响美国哈的政治走向。好，那么美国总统，台湾暂时指挥权在美国国防部的太平洋司令部手上，哈。所以我跟他长官老讲嘛，司令部陆海空三军司令部裁撤了，是要。将来台湾平洋司令部咧管控台湾的军方，吼，美国要卖你什么武器，甚至嘛捌卖迄个什么 M G 的这个飞弹，百二公里的哈，迄空射空对空飞弹，钱咱交了啊，美国讲啊，请加到我基地，等恁若战争要用，我甲你送互你，哎，后安尼，哎，啊伊惊讲这这机密、这先进的武器，送到你中华民国的手里，你内底做着中国的尿白啊！啊，我一挂机密、一挂参数要你摕去，啊，落美国就麻烦了嘞，吼。无啊，中华民国做爱买，啊，搁咱纳税金咧付的，吓、啊，咱付的，吓、啊。啊，所以美国总统写下有一个国务院执行台湾政治的台湾政策，啊，政治台湾就是样，说圆地扁，人民讲东，人民讲西，人民讲圆的，人民讲扁的。但是国防部执行的是法理台湾政策。这个法律就定空空，较无变化的空间。
所以台湾若发生危机，美国国防部就需要出动。我常在讲的1996年飞弹危机，美国就要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哈。好，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一个政治的台湾，中华民国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权，伊的今目前的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顶管的头家是美国国务院，啊，顶管是美国总统。啊，这边咱台湾民间会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啊，顶管是美国的国防部，啊，就尾来头家嘛是美国总统，啊，这边讲法律的就定公公，啊，叫不来。它无会当予你钻牛角尖、模棱两可的空间，哈、哦。该出动部队，美国就要出动部队，过台湾过好。无你若有人退去啊，你较过要来占得当来就麻烦，哈、哦。好，那么搁一点就是世界杀人魔王排名，中国人占两个，第二名甲第三名，第一名是斯大林，哈、哦，第四名希特勒。啊，你注意看，有台台湾的是啥物人？蒋介石啊，台上这上雄上有计划就是蒋介石，叫因后生蒋经国有计划夺取本土台湾人的精英，所以中华民国国民党不是咧主动叫咱吼，甲咱西龙讲咱来反共抗日，阿强阿毛泽东敢有派人来甲咱台湾台湾人无呢？但是叫咱堪伊为敌咧，所以你看拢咧弄咱台湾人咧。这西龙人，吼、哦，咱爱找是找这个，因为伊台湾台湾人上侪、上雄、上优秀，因为迄精英，这人，这精英若歹死吼，咱真有偌侪台湾人才，哦，所生传落来，这囡仔伊栽培落来囡仔一定拢做优秀的，吼、哦。所以我们不要受国民党的处惑，讲去恨阿强啊。当然，咱足无欢喜，讲较早阿强啊，讲要学习台湾，但伊即摆较无咧讲啊，好无？啊！但是伊就是为着伊的维稳啊，伊爱用一个目标，把台湾当作一个对外的目标，卡来安定伊国内，因为因军方嘛有鹰派啊，哦，阿强的军方内底嘛有鹰派啊、哦，所以爱安达啊、哦。那么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法国大帮忙啊、哦。那么俄国革命的时候，嘛有真侪德国人伊甲斗三工。孙中山迄阵要建立中华民国，嘛开足着日本人的钱，哈、哦。毛泽东迄阵嘛得到苏联大力的援助，包括茉莉花革命的阿拉伯之春，哈、哦。这迄阵就拢唔是干那一个国家，迄阵是几个国家在甲斗三工，在做一寡民主运动。那么你甲看，即届柯文哲，伊所咧展现出来，伊跳脱蓝绿，就像咱即摆呢。咱若本土台湾人 ，TW 的时阵，咱就无蓝绿之分，咱拢本土台湾人，咱家己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来做个像柯文哲安尼吼，广邀全台湾的人才来遮受训，吼、哦，啊，我咱台湾人觉醒了，啊，做来为台湾拍拼，吼、哦。那么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遮，多谢各位，谢谢。